我已经结婚了，咱两个是无可能的。你即摆会当我过啦，就干那娶我，我哪有可能要甲伊斗相共啦？我不准你出手。我嘛无法度控制我想要对你好，想要守护你。即摆我已经出现啊，你就认命啦。因为即摆这间病院上大的股东 ，It's me。 三点台湾台，二十九频道，拜一至拜五，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请问林家宝的爸爸妈妈，敢有伫厝？啥？阁是家宝的女？亚芳啊，还是想要一个人啊？你开门啊，开啊久啦？我唔管啊，我今日一定要记住人。阿伯，嘘。妈，郑志信今真正出代志啊！我无可能哦，甲伊安尼一步一步，头头啊，我要做一家家的阿爸。 只有安尼，叫到这边讲，我就管事了。干那管事情，你唔管我的死活，希望莫去牵连着我。你咧啥啥？你即摆像从我在三亚无搞，搞什么个手村来阮家病院是无？卡索那真正，我甲手村的客领导的病院，你敢有法度到？你形容吊车尔侪钱出来要创啊？啊，不过你爱我为小薰引导，甲资金抽到倒来这款代志哦，我真正做袂出来啦。我爱讲，我爱甚至医院酒掉咧，啊，若无阮看卡，可能无机会去徛起来。 你若是谢查甫啦，就应该好好对人负责。啊，我袂你嘛啦，林家宝啊，你跟我清楚，我万万明是谁？政治献金违法的代志，有啥牵涉在内底？若是有人，确实甲外人有勾结，只要认错，甲所有代志讲出来，我袂阁追究。伊若是无讲老实话，我绝对袂原谅。啊，啊，你若拢唔讲话，这么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 也是你要拜托红家的人来甲你斗相共，为什么开始？不准你当公司任何一笔资金。咱是不是会当用老师另外上市的时间？无可能，我即马是病院上大股东的，我哪有可能都接手着做出损害病院的个代志去想出来？